机器滚，还可以样子有恢复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右边还是票有票是没有显示基本版的关系吧？可能那个基本版爆了。啊，你不要整天发大财好不好？那你们看一下下面的时间，自己算一下，也只能这样、啊。没有没有，现在700、700、270。下面的时间，因为他们右边。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右边都是投票，就是没有时间。没有，我的意思就是说电脑时间啊，280。好啊，所以是多久的时候？600秒前我也会提醒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只能这样子了。好、啊，是啊，分数你们也不知道是不是？对，都看不到啊，就只有投票。现在是140比40，右边的积分板都没有东西。好，140比40，我们是红队140。对，好，就这样，回去了。感谢有你。对，哇。对啊，改不掉哎、欸，积分板不行。对，我们现在是蓝队嘛？啊，我看错了。嗯。啊。我改了。泱泱，你说说。干嘛？你看我是不是就说有杰克有鬼？就太间谍了吗？他就太贱啊，爹啊！有了有了有了。哎，难怪我刚刚看他繁星一直被巧克力追。追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们刚刚就在那个啊，在玩啊。你也在巧克力追我没有？那是因为你们在追巧克力啊！我冲又被骂啊！我不冲又被他说你不保护我。原来如此啊！对啊，这次的间谍都是我觉得最不可能的人。对啊，因为前面乱得很凶啊。对啊，繁星怎么乱那么凶啊？厉害吧？还是因为被怀疑的。不是，我那时候本来是要来送物资，可是哈基一直打我，打到我不知道怎么送给他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是你堵箱子在那边门口，这没有大乱乱法呢。那时候是你根本还不在的时候，在放箱子乱啊，结果被你看到，我怎么知道你就拿来学了？哎、欸，要金苹果都给你。不是，那你是间谍的话，你怎么会用这一招去赚我们这么大的影响？因为我要去挖矿。不是，我当然是要让他们知道。哎、欸，我知道排除法好吗？哦，就是最有贡献。他还为最后一题准备啦。对，你这次两个都演很好，杰克刚刚也很好。我刚刚也发现，应该杰克没有在做什么事情，特别是不是啊？我刚刚觉得杰克也很乖。因为其实刚刚我可以杀掉那个啊，杀掉泱泱啊，可是杰克就跑来帮忙啊。嗯，知道吗？刚刚不是你在提款机这边在打你？然后杰克放了中毒还是什么的，对啊，哦、嗯，表现得很中毒，不然就是他故意在你旁边放中毒，也要让你死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所以其实不是你放的哦，是他放的，我还没换，我还没换。还是啊，我以为是还是炸弹，炸弹也是他放的。我没有丢炸弹哦，那可能也是他放的。那一波应该是他，应该是杰克丢。那都杰克丢了，杰克很会装哎、欸，心机鬼。心机鬼哦，我觉得不行，我也觉得不行，哇塞，太可怕，太心机了。要不要挑男朋友？不要挑这种。哈哈哈！他完全没有办法怀疑他，你知道吗？他还是我最相信的那个人。啊，是，哎、欸，怎么会最相信？其实我一开始怀疑是哈基。我二三阶的奴隶都是我生的啊，这就足够那个了。一开始我有怀疑杰克，因为他钱都没有，就是去帮。小心，他都没有用啊，那个都没有用。太痛了吧！啊，我又这些都是矿工。我刚刚在放箱子，在放那个书柜的时候，他还过来帮我，然后只是我们两个，他没有丢我，就好人吧，这样。他居然坏人！我天啊！真的很会，太可怕，太可怕，太可怕。繁星也很会啊，跑过来说，我就想说，繁星应该不可能吧，他应该是敌人。为什么是你？真的，各种资讯错乱。对啊，我还跟他们说，哎、欸，就是这样附魔，赶快过来哦，要死人，要死人哦。用口头的。很会，真的很会。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分数领先十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哎，哦，哎、欸，小心哦，你快跑，你快跑。你有无敌，无敌瞬移。我现在弟弟也不是啦，泱泱无敌瞬移有没有？我在跟你讲话，你们快回来，你们快回来。我来走。等一下，我在弟弟。你走。他好像有清水性。有，他刚刚有拿到。我偷走你的巧克力，我去拿一只拉瑟，好，我拿到了。我中间又被箱子挡。等一下我。没有办法作用，然后把我丢进箱子里啊！
不行啊。他们都来了，繁星，你后面有人。哇！快跑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跑！跑去哪？能跑就跑啊！你们有没有技能啊？弟弟放哪里？羊应该都没卖，没卖技能。羊应该当都没有买。我拖住两个人了，他们现在就是一直射我。怎样？哎、欸，你下去赌头，赌头，赌头，你赌头，快赌头！没有你。你回头打，你回头打。呀，杰克，嗨！等一下，央放你在哪里啊？央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你在弟弟，我才刚弟弟出来。我刚跟你擦身，你没看到吗？怎样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不是你。干嘛要我？啊、没事。哎、欸，我是范星。小心，小心。哦，他们都有攻，他们装备低，对啊，后面都已经在 rush 了，对对对，嗯，好像都没有东西了，是有钱哦，也没有钱，奈，他们在炸老鹰，他就帮你挡好了，因为我什么都没有，故意对面那个 gamma 色啊。哦、因为你有东西可以买或换吗？因为完全没有说当人蹲。没办法，我这边钱七块钱。我付34。同样。有巧克力在换装，就把他杀掉。点他装，点他装，他这样是巧那个小雨的好东西哦。我做捡到一只脚耶！哦。好好，你们。是啊，你来捡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小雨要死了，他也是好装备。好好好，在水里那个发光要回岸上的啊，巧克力来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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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好好好，不去不去不去。哎呦，水泥修好了，好啦，巧克力应该以为他装在我身上吧？上一次就好。结果他又只拿到他一只脚而已。我拿他们的弓，我拿他们。好。啊，很难回复啊！他们那个装备都那么扯的。对。对啊。都是用光柱。嗯，对。无限送头啊！那边红红是谁啊？游泳的。游泳是谁？哎呦。死了，小贝死了，小贝死了。啊，他是乱血，对不对？六。怎么又被打？啊，对。有，他们对面。把团长引出来。团团在中间啊！哎呦，你们家附近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人？啊，奇怪，没有啊，你们家附近没有人。没有。哦，杰克死过吗？怎么不痛啊？没有，死过吧，死过。有吗？后来有死过。刚刚追我时候不是死过了？哎、欸，那我啊，对他装备炸掉了。嗯，好、哦，没见识。路边捡到一根。哦，国王大人怎么了？小雨在我们家前。好好好，要回去，要回去，要回去。我现在只能当肉盾。我们枪。上来了，他上。他隐形吗？没有没有，他没有隐。我看到了，到了。他回船上哦。小雨吗？对，继续射他，继续射他。啊！你怎么会被射死啊？我刚刚没看到他拉弓的位置啊。啊，四滴哦，死掉吗？死不掉啊！就隐形哦。杰克在中间。杰克在我们家，杰克在我们家。死了。哎、欸，有啊，杰克我杀掉了。死了，你看错了吧？我大船
巧克力出来了，巧克力的，那个巧克力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杰克怎么又出现了？他是从森田在我们家，他从森田在我们这边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是，小雨在底下，小雨在底下，他乖乖的，他空手揍我一拳就走掉了，傻眼，十一滴十一滴，小雨十一滴，我要去极乐世界，好。为什么他可以游这么快？他又比我快。在上。先。巧克力最后一支援哦，抢过一支援了。不要躲在家里吧，这边也没地方跑哎、欸。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。为什么我十二颗金苹果？什么时候那么多？捡到的啊，还是你要往上叠也可以啊，找些。What？ 哦，更多了哦，更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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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洋洋，你往上叠啊！金苹果，你就直接。你要么就往上叠，要么就往下一直狂挖，挖到挖点鹅卵石下呀、啊！马上离婚！哎、欸、哎，洋、欸、洋去楼顶哦？还没。没有，我在想要去楼下楼。哎、欸，洋洋金苹果。去楼上好。嗯，哎、欸，我变哦，嗯，可以买东西了。啊？你怎么了？他现在多了这个，最高点会哦，有啊，哦、有那个哦。最高点会怎样啊？甩直接 kill 掉。确实。啊有。哇塞！巧克力，巧克力。好，等下我去买。哎呦。他应该没看到我在上面吧？嗯，不好说。那你刚刚在炸家炸船也所以炸我脸颊。团团团团，哈基。嗯。有没看到我了？行行行。哦。嗯。你要不要直接自杀给他们那个啦？对啊，自杀了啦，这样很累。对啊。你说那个分数吧。嗯。来杀我！那我先开始。嗯？哎。钢笔就可以用，你不要。不要动！不要挣扎！不要挣扎！给他们！不要挣扎！不要挣扎！你挣扎，他们就会。你挣扎，他们会更开心的砍你。等一下，这是变态吧？这很奇怪、欸。你不要挣扎，你不要逃，你不要逃，你挣扎，你看，已经四只在追着你打了，你看是不是？你挣扎，他们就会想打你。没有，这就是那个狩猎的本能。你看到猎物开始挣扎，想要跑，他们就一群人冲上来。你放弃完全面对他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会无兴趣学习，全身放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一下就过去了。对，面对死亡，放松的死去。你有掉过沼泽吗？你越挣扎，你沉得越快。哦，对，你既然不能挣扎，就只好享受了。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好像有欸，对啊，欸，那弓箭居然是这样的，什么东西？往前，往前冲，往前冲、欸，正常了欸，右边。对啊，右边。原来是你要刚刚把它发条了，刚刚吗？哦，是这个原因哦。我操！我被自己手男人打死了。啊，我可能不到，绝对我在后面哦，你可能变标靶。欸，所以要你不知道去给他们。他在努力的、啊，他在努力啦。他在努力了。难怪那么热了，我没开进分啊。三六千。哇，看不到，哪里？我是你站就好，你站你就打，他要打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等下这样蚂蚁，蚂蚁会把你搬走的，你不要动。我想搬走，不用动。不行了，我要勉强那个。勉强什么？你要有点矜持吗？是不是？你要有点矜持是不是？不可以那么快妥协是不是？不能让他被拔到手，对吧、啊？不能有那个什么？要欲擒故纵是不是？我往前又往后这样吗？哎呦，哎、欸，里面有个洞啊！哎呦，黑魔魔完全看不见啊！好，有了回复，可以啊！我会被脑给杀死啊！我的天啊！欸、还是他可以设定分数落差太大，其实就可以结束了。对啊，不行吧？要设定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可以设定一个。对啊，就
比如落差落大2000分或3000分就可以，其实来判定那个啦，就像选举一样啊。自行宣布当选。然后我继续讲刚刚好笑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刚刚在辩论，嗯，一直都说谁有做事情，啊，巧克力从头到尾一直说老鹰老鹰老鹰，我就说你这样跟讲发大财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差吗？你开始跳真好吗？对，然后他就说我一直有在老鹰这边做事，我有在帮老鹰还是什么讲老鹰？我说我也有啊，我前面把他们那个什么楼梯那边盖成这样子，让他们没办法出来之类的啊。欸、他们只是在玩的、欸、他们在干嘛？他们根本就是只是在炸羊羊羊，你快死，你快点死啊！没了，结束了，啊、结束了。啊、你刚刚矜持应该再矜持一点，矜持一点。不知道，他时间够，我还是看不到时间呢、欸。刚刚、嗯，后来后哦，应该是因为那个你刚刚来的时间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又调。有啊，后来有调啊。矜持所在之乌龟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乌龟里？什么乌龟里？是乌龟里啦，乌龟里。我想说，为什么是乌龟？所以哈基就唱这首很嗨哈。谁？你啊？东区啊？我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说在之乌龟里啊？没有啊，啥都不记得。啊？红豆啊？啊？什么？反正是坏人。哼，快给我讲话！杰克才坏人，哪有？哎、欸，杰克，你这个小心眼！杰克，你被女生讨厌了，你完蛋了，完了！邪精蛋，你连最后的闺蜜都没了。你这样好心机吗？你还嫁祸给我？你这样，你没有我帮杰克说一句话就好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变坏吗？因为他被戴了绿帽。哦，真的，那不是你，你活该。有理有理，感谢小姐。你是国王，你莫名其妙啊！你这个被背叛，你就讨厌说女生是不是？哎呀，难怪交不到女朋友。哎呀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哎，我问你一件事，杰克。哎，那个毒是不是你放的啦？我放的啊。炸弹也是你放的，对不对？杰克跑过来砍我的时候偷偷放毒，害我以为是。没有，杰克跑过来，我是繁星。我是繁星，是繁星啦！你不要把我跟杰克混在一起，我这样很受伤。他已经气到昏了。他还在我没有办法放那个书柜的时候过来帮我，好像很好心一样。然后只有我们两个人想说，哎、欸，他没有炸我，应该是好人吧？结果你居然是坏人！不是，他根本找不到时机啊！他刚刚就是在趁我过去放毒啊！我也笑。等一下，所以炸弹应该也都是杰克放的喽？应该都是他丢的。隐约丢的，我前行过去的，哎、欸，啊、我刚换炸弹想去炸那个你们书柜就被怀疑说我。